This land is your land. This land is my land. From California, well, to the New York Island.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s. I tell ya,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.碰到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挑战呐、啊！赵小凡呢？赵小凡，赵小凡，老师，我来啦！啊啊啊啊、对不起，老师，老师，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现在好像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啊！嗯、你要记住。你是空乘班的、嗯、不是外卖班的、嗯、别老整天送外卖。老师，其实我进去吧。像你这样的还想当空姐，哎呦，进去进去进去啊。笨死笨死笨死。好吧，大家、老师，对不起，请你离我远一点，远一点啊、哦！我受不了了，远一点吧。没事，其实还是送外卖挺适合你的。操，别急，干嘛要当空姐呢？哎，大家进来吧、只要你们以后努力、努力和很努力，将来也可以有机会在这里。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世界空姐最高的荣誉是什么？嗯，谁知道？是什么？你金像奖、金马奖、金酸梅奖，你们就知道这些。金灵燕奖。金灵燕奖是1988年在加拿大由世界航空协会 IATA 所设立的，它是世界航空组织的最高奖项，意思是云霄上最美丽的女人。它不以年限为期，所以至今很少有人获得。Thank you 啦 ，everybody。好别看了，你们要能做个地勤呢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个嘛，别指望了哦。你们不要，这是旅客办手续还有托运行李的地方，就是空姐的代名词，就是这儿。It's all perfect here. These are all new material. 所以呢，哎，你快看，你吃啊，没事啊，这小姐姐怎么就哎呀追星，帮我要张签名照。你要呗，老师，我是两张。哎，喂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我来帮姐，别担心。哎呦，别担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Now look over here. 给您。
事，哪能像疯子一样了 ？Yeah, I think it's very interesting what happened over there. It's what we trained for. 不客气，啥弄啊？一路平安。I think it will work out. I think so. Let's go talk to her. 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赵小凡，赵本山的赵，矮小的小，平凡的凡。你们好。你想当空姐？其实我知道，空姐要求我个子实在。Hey, I think she deserves a chance here, okay? I'm sure she's perfect. It's up to you. Let me talk to her. 我相信，只要努力，你的理想就会实现。你要相信奇迹。Okay, good luck. Let's go. 非常 thank you. Have a good trip. 一定要成为空姐凡。那里有很多七彩的云朵在等着我，其实实现梦想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你相信就一定会成功，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得了呢、到了，下车。我们一定会成功的，加油。空姐凡来了，你们好美啊！来呀，小张同学过来这边啊 ！Nice to meet you。好美啊！我也会这么美的，看吧，爸。拜拜。这是报道的地方吗？来吧，爸。你也来当空姐啊？对呀、我也收到录取通知了。我叫赵小凡，你好。好可爱的蓝色雪豹枕哦！真的吗？送你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呀、那你呢？没关系，我有的。那填完报名表的跟我走啊。好了。这么快？跟我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什么东西？我先来。哇！你不够高嘛，长高一点啊！你们要了解，飞机是我们的肉体。我们是他的灵魂，所以要多了解一下每个部位，要了解一下。喂！人类搅拌机啊！这个！各位青春的肉体，对不起学长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，不要用行李，用手。帅气的学长要带你们参观一下头等舱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哎，严肃点，进去要保持安静，走。小心！红果，你看一眼看，好，这就是地方吗？红果，尽量不要碰，要碰碰学长。走，我们到下一个点去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好漂亮哦，你的衣服好漂亮啊！注意保持微笑。我也能穿上这样衣服就好了。我也想。学妹，
这里就是我们平常吃饭的地方。要约学长的话，就要早一点，要拿号码牌。你知道，我很忙的。哎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老板的厨房里闪亮，看上去好香啊。hello， 啊，这桌。雨植，哎，雨植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特别喜欢你，哎，我好喜欢你演的戏啊！雨植，我，哎，雨植是谁？检点一点，更帅啊！李，往前走，可不可以给我签个签证啊？啊，留个微信啊！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机长。你就是机长啊？对不起，你好，我叫赵小凡，西来空乘班的。你好，新人呢？走。你长得好帅啊，嗨，走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！新人啊，吃饭吃饭吃饭！哼，哎，游泳社啊，这是我们的，那我有机会吗？啊，你也是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日本队，哎呀，水里，啊，我们韩国队，他们衣服好漂亮啊！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队，哇，美女，哇 ，Hello， 欢迎，欢迎，看这边，空姐，大赛开始啦！这位美女，你长得如此漂亮，废话少说，拿出来看，我吗？就是你，空姐大赛。你长得这么美丽，没问题。哎，身高不是问题。你要参加我们的比赛，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比赛。赶紧参加我们的比赛，你会成为冠军的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空姐。哎，我还没完呢，这位同学，我看好你哦。哎，看看。哇塞，加入我娱乐工厂吧！我告诉你们，哎，同学，看过上午没有？看过眼的左一口右一口没有？哎呀，自己理解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左脚长得好像啊。不好意思，你是？你好，我叫赵小凡。赵小哦，你好，我是你的室友，我叫佳丽。你好，快进来吧，我帮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我也刚到。来来来，这是你的床，好温馨啊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不错的。哎，那你有什么爱好呀？爱好，我的爱好就是一直啦。餐厅那个。哎，对对对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好帅！还行还行行，除了男人呢？还有就是玩游戏了。哎，对对，最近有一款手游特别好玩，叫《乱世曲》，你有没有玩过？当然玩过了，我还有他的公仔和抱枕呢。是吗？哎，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？我的爱好呢，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飞上蓝天，成为一名优雅的空姐。我是这样啦。认识新朋友，注册报道。哎呀，我最近胖死了，怎么办啊？你都瘦成这样了，还说自己胖？那你看我脸上都是肉。给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伊卡露诗微脸肌底精华。哦，这个好用不好用啊？试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好好好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我现在就差在班级里华丽的出场，然后成为一名优雅的空姐啦。小凡，你好厉害啊，我也有你一半自信就好了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今天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牛叉，加油加油。哇，飞机，飞机模型啊。大的教室，哎，坐这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一起好好学，将来在一个飞机上工作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好了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专门负责培训你们的教员，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汤学姐。
你们可能在2008年《全球航空杂志》的32期58页看过关于我的介绍。其实呢，我也没什么突出的贡献，只不过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封面都有我。虽然你们都是从世界各地挑选过来的优秀空姐，但是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好的，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学员，就是我们的雨植同学。他为了要拍摄《后备空少》这部戏，特地来到我们中心体验生活。小凡，雨植他希望今后大家可以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抱歉打扰了。他就是今天演讲的楼主，他就是个传奇，就是他呀。我只是过来随便看看，看看这些新学员当中有哪些人能够继续奇迹，为我们创造荣耀。是是是，他们都想从院长您身上学到一些做空姐的经验。经验？我的经验就是必须把每件事都做到精致，妆容精致，形体精致，礼仪精致，服务精致。我知道你们有些学员当中的一些想法，以为来到我们这个空姐培训中心就万事大吉了。抱歉，你们想错了。2个月后，考核谁要是没通过，就给我卷铺盖卷走人。但愿那个人不会是你。瞧瞧你们这些坐姿。祝你们好运吧，院长您慢走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上课，谁能告诉我空姐的微笑有哪几大原则呢？我知道。好，这位同学，主动微笑原则、眼中含笑原则、真诚微笑原则、健康微笑原则，还有自然大方微笑原则。对不起，第一天就迟到了，没有打扰大家吧？这是谁？哇哦，这才是一个空姐的标准的微笑。进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刘铮铮。有一个叫刘培的超级空姐，她是……那是我妈。哦，加油哦，学姐看好你。谢谢老师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老师，我可以继续回答了吗？不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翻开课本的第一章。哎，你在问什么啊？乐视区。哇，啊，阿婆，阿婆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最近用了啊，真的耶！你们也用一下，一会儿来我房间。你，你看我最近都晒黑了，我身上也用了，变白了。哦，好羡慕啊！可是我就算变白了、漂亮了，也没男人要。哎，对呀，说不定一会儿就能捡到一个男人。阿婆，救命！狗啊，不对不对，是男人。哦，男人。欧巴。哦，有的。嗯，이봐요，오빠想你。欧巴，欧巴，就是欧巴。啊，欧巴。欧巴。欧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把我拉上去，我告诉你啊！你把手给我，等一下，把手给我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！哎，
不行，够不到，够不到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呀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好，再往下一点。好。哦。哎，使劲。你怎么那么沉呢？二，真结实。三。哎。下面真舒服啊。对不起。三颗。欧巴，你没有受伤吧？呀，没见过男人啊。我就是看他受伤没有，怕他挺不住啊。哦，我挺得住。欧巴，今天晚上的 party 你真不去了？我不去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上次借我的那个彩妆品还真挺好用的。但我跟你讲啊，护肤美白就要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雌激净白霜，还挺好用的。谢谢。嗯，那你不去我就先走了啊。嗯，你好好练。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哎，你看到那个讨厌的桃子了吗？什么桃子啊？我这个橘子你要吗？什么橘子？桃子。刘铮铮，看来我已经声名远扬了。空二代嘛，早有耳闻。你是？空一代赵小凡。住。桃子。桃子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把我衣服还给我，我就是不还，有本事你来抓我呀，我还抓不着你。你们干嘛？等等我。桃子，你把我衣服脱下来。真真对不起啊，刘铮铮，不许你欺负人。故意的。站住，站住，放过我。站住，放过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哎，对不起，你脱了。桃子，我道歉了，你就别开了。对不起，你站住。哎。脱下来试一下嘛，让他那么小气的，你大姐自己去买呀。你们搞什么？你哪里来的？你就是传说中的刘真真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好，我是精英队的队长梅尼莎。我们精英队呢，向来是未来空姐的聚集地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啊？好啊。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你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嗯，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同学，我说的一起呢，从来都没有包括过你们。哎，那两个模式啊，比较适合你们，去玩吧。是我们吗？这个 party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。我倒是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。你走着瞧。椰子，你玩吧，你用头砸。哎，别玩了。喂，等等我的椰子。欢迎你啊。Cheers。龙牙旅客提示些什么呢？可就错，
敲门。错。座椅调节、阅读灯、呼叫联合厕所。正确。错了，再来。这个又错了。时下最美的女人是谁？刘星化。错。王心凌。错。林志玲。错。谢娜。错。我。潘金是民航机首飞是无人机司机。哇，全对，真的啊！时下最火爆的手游是什么？乱三国。错。乱国杀。错。乱世雪。Great。嗯。啊。最爱离婚的是谁？邓文迪。错。明星。对。普通操作三步三排。对。麦克风广播。完全正确。搞得好吗？满分呢。哎呀，小凡你好厉害，请你吃面，走。本次航班飞往洛杉矶，那洛杉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？我知道，就你说，洛杉矶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比如好莱坞、迪士尼乐园、小东京，还有唐人街等等。请请。这，那迪士尼乐园怎么走？你可以从机场搭 Flyway 到 Union Station， 再转乘 One Line 到 Hollywood Highland， 以方便最快捷、最省捷的方式就能到达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漂亮，赵小凡，继续努力，加油 ！Thank you。刘真真，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，莫斯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？我知道，有莫斯科红场，还有。老师，您可以百度一下。光长得好看是当不了空姐。嗯。明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刘畅。考试一定要过，考试一定要过，考试一定要过，考试一定要过。考试一定过，考试一定过，考试一定过。乌鸦嘴。考试一定过，考试今天好美啊。可是我都没有好好复习。今天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空姐。好啊，组织小喽。哎，别理他，走吧走吧。嗨，三百。呀，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当然没问题了。嗨，你等等。哎，这个我先替你保管着，祝你好运。再见了。今天的考试马上开始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就来考核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。考核方式呢为模拟考核，不合格的同学就不能够留在我们培训中心哦。我们这里只留精英，不留。院长您说。我们这里只留精英，不留垃圾。餐车经过，请两边的旅客小心。餐车经过，请两边的旅客小心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需要橙汁、雪碧、可乐还是矿泉水呢？要不然我给您倒点矿泉水吧。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矿泉水。哎，我现在不是什么明星。我先演的是四岁半的 Kimi。 姐姐我要喝奶奶。奶奶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奶奶，要不然我去帮你问一下乘务长吧。姐姐你会唱小星星吗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不是，你怎么哭了呀？你别哭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停，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，等成绩吧。哎，院长，接下来您想看哪位学员考试？
特意是委员长，我知道了，你有准备。这就是我们空乘领域的最高荣誉啊，也只有我们林院长拿过啊。对，来，撑下去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哇塞！你看上面字。对呀、啊，小凡，谢谢。干嘛？你注意素质好不好？那要看对什么人。我不想跟你争，我只是想留在这儿。那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这不是我的奖杯吗？院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是个意外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经常会发生意外，但最主要我们大家还都没事儿。好了，考试继续。赵小凡，你先来。餐车经过，两边旅客请小心。女士您好。我现在是个非常挑剔的乘客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要毛毯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毛毯。哎，毛毯。毛毯在哪里啊？小凡，去前舱，车里没有，在那边。非常抱歉，我们的毛毯用完了，要不给您倒杯热水吧？我不喝水。哎呀，我现在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女士您好，我们的午餐为你准备了鱼肉米饭和鸡肉面条。我不吃这些，太难吃了。哎呀。我现在想吃大闸蟹，还有臭豆腐。马上给我拿来！我还是给你找条毛毯吧。行了，在那站着看着。刘铮铮，在。你。我现在是个非常叛逆的青年，上飞机就是不关手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关手机。这位女士，请您关闭您的手机可以吗？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。等等，你别打扰我。女士，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滑行了，请您关闭手机可以吗？等会儿我玩完这一把吧。女士，您下飞机以后还可以继续玩的，请您先关闭一下您的手机。那么请问你，为什么飞机起飞要关手机？这……哼，连这么简单的基础都不知道，你配当空姐吗？可是我妈是刘培。啊，对，刘培，哎呀，这次可真抱歉了，可能你妈要失望了。你们俩已经不配在培训中心了。手机电波会干扰飞行。我
家把书翻到第63页第二章第二行，劳动最光荣，清洁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我们要把该捡起来的东西都捡起来，不该捡起来的东西也要捡起来，我们要不停地擦，不停地擦，扫了又扫，擦了再擦，我们每天都要不停地扫，不停地擦，啊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劳动最光荣。世界大赛的创始人，我们最敬佩最佩服的林院长发表讲话，有请大家掌声欢迎。学员们好，作为这个大赛的创始人，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名优秀的空姐，因为只有最优秀的空姐才能获得我们此次比赛的冠军。好了，就不多啰嗦了，祝大家好运吧。好了，我们的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。等等，我也要报名参加。同学们，世界空姐大赛的冠军就站在你们面前，还有我的团队。大家好，赵小凡，你又在干什么？机会面前人人平等，你说了，只有最优秀的空姐才能拿冠军。那如果我赢了，是不是就证明你没有眼光？幼稚。那你敢不敢跟我打赌？你想赌什么？赌我可以重回空姐训练中心上课。好啊，如果你赢了，不止你，连你的团队全回空姐班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加油！入场了！如果你输了，就给我彻底离开训练营。那我们赢得了吗？我接受。比赛的规则是每个队要有五个人，但是你们的人数不够，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参赛。世界空姐大赛的冠军就站在这儿，有人想参加吗？有人想跟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耀吗？你愿意吗？哎，佳丽，啊，人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有团队了，我已经加入了精英队了。小凡，你可别怪我哈。
你愿意吗？愿意吗？有人愿意吗？不好意思，赵小凡，时间快到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谁说没有机会？超级空姐刘铮铮加入，不行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到底算不算你们队的呀？给你五秒啊！有愿意？有人愿意吗？四、三，同意。那就祝大家好运吧。三天以后，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！加油！哇！太好了！牛叉！耶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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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？你走路不看路啊？我先来的，我先来的。哦，哎，这谁的粉底啊？这么好用？哦，那是小腊肉的伊卡露诗啦。哦，哎，这谁的 V 脸精华啊？哦，那些全部都是小腊肉的。来啦！当当当当，我们来欢迎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用伊卡露诗的 V 脸精华。V 脸，我有机会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一起来来来，大家吃水果啦！啊，还有水果呀？嗯，来吃水果，放这里，我来帮你。吃水果。哎呀，行，那我就直奔主题了。嗯，很荣幸我可以成为我们队的队长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，把精英队神马的踩在脚下，一举夺魁，有信心吗？可是我脑子不好，我身体僵硬，肢体不协调，哎，我比较虚弱。这恰恰就是你们的优势啊！嗯，你脑子不好，空姐的东西不用那么复杂，你只需要做到位就行了，这就是你的优势，你一定要发挥出来。哦，你身体僵硬没问题啊，空姐就是要优雅有气质的走在机舱里啊，你不用学，你站在那儿就是空姐。你是什么？虚弱的女子才讨人喜欢呀，空姐就是要温柔。先生，你需要什么服务？这就是你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发挥自己的特长。你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当空姐？还记得你们最初的梦想吗？想一想，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穿着美丽的空姐服装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巴黎，巴黎分钟，埃菲尔铁塔。当我们升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坐在头等舱，头等舱就可以看到我们心目中的明星。你喜欢谁？你偶像吗？有谁？张杰。张杰，张杰就坐在头等舱。经过你的努力，你就能当空姐。你站在头等舱，问他：你需要毛毯吗？我给你加杯水。你要可乐吗？你不觉得这很让人开心吗？还有啊，比如我，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空姐。因为我个子不高，我更希望飞翔在蓝天上，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把看不起我的人都踩在脚下，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化着精致的妆容，有气质一直走在大街上，衣着优雅，婀娜多姿，走在人群当中，拖着我的行李箱走遍全世界，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日本队，韩国队，台湾队。
队加油，还有牛叉队，好，哇，牛叉，马上开始第一项比赛，我们会赢的。赢了知道吗？还有三个队员在后面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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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我来宣布成绩，第一名精英队，哇，第二名马来西亚队，第三名俄罗斯队，第四名日本队，第五名韩国队，第六名台湾队。你们是最后一名，不自量力。院长，对于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，好像没有必要那么惊讶吧。至于你，能跑进终点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还想夺冠，哼，除非老天爷瞎眼了。等一下，马来西亚队作弊，取消比赛资格，我宣布牛叉队晋级。香油啊！哇！哦耶！牛杂，牛牛牛的。我的腿，我的腰，我的手，腰痛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，发挥各自的特长，才能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勇夺倒数第二。加油！可是小凡，我们真的好累呀。还是算了吧，小凡。白费心思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还是换人吧。你这样浪费时间，我们肯定拿不了冠军的。说我吗？或许是哎。你这是作弊，你知道吗？作弊怎么了？那至少有赢的机会呀。我不同意作弊。那你就和他们玩吧，我可不需要。哎，你，我们继续加油！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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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二货周瑜打小乔干什么？你让诸葛亮和周瑜搞基吗？怎么搞、啊？小腊肉，这个什么意思？桃子，你不知道？对啊，现在超火的，好不好？给我看看，这是这儿。哎，你会不会玩啊你？是这个，是这个。第二项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中。
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所有的学员都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加油！坚持住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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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快点！第三名，日本队。好，韩国队第四名。还有两个队没有出现，比赛越来越激烈了，到底哪个队会被淘汰呢？而且听说这两个队里分别有两个队员都被椰子砸到了。究竟哪一队会先出现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哦，台湾队出现了。是啊。也不看看在谁的带领下这么牛，当然是我的带领你呀！牛头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纯粹侥幸，哼，侥幸比扫兴强。就是，你们大家是要去参加 party 吗 ？Party， 没有人邀请我们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举办了一个很大的 party， 在场所有的人，只要晋级了，都会参加。所以说晚上不见不散。一定准时。塞拉拉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上见。塞拉拉，阿里嘎多，晚上见。嗨嗨，拜拜。哇，我的脑袋好痒，我们参加 party 了。好嘛，冲死了 Ken， 我才不要和短腿一起玩。今天晚上我让你们都笑不出来。穿的就像泡菜，就是棒子。头发肯定是姐，棒子妹，耶！恭喜你们晋级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都喝了，快点！
知道今天是比基尼 party 呀、啊？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是没有比基尼、啊。我们这派对一定要穿比基尼的。哦，你们没有参加过是吧？哎，我们自己喝，来来来，我们自己喝吧。请喝，请喝，干杯！你错就错。哎，你看他们。可以了吧？来喝，喝酒喝，来喝谁呀、啊？来干杯，来干杯，干杯！哎，你喝，赶紧喝啊！喝呀！快干了，快干了，赶紧的，干了啊！好厉害呀、啊！哦，啊，那么难喝，都喝点啊！少喝点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喝，没事，没事就喝呀。是吧？哎，拍照，我们来给他们拍照吧。来，把它倒过去。来来来，多拍点，多拍点。什么呀什么呀，小白什么照片啊？什么照片啊？我看看，你看，你看呀，小白，看毛线啊！看到你不把它摘下来？我不是，你看你看，这都是你们吧？这怎么这么多照片？挺胸大肚子还跑出来吓人？说谁呢你？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矮。哎。不过小凡，你看我们昨天妆化挺好看的。你是脑子真有问题吧你？都是你让我喝那么多酒。你不好，你就在那边一直喝，你在那边干哪？好多！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快看不下去了。有这种害处？收纳了不起啊？就是了不起。哦，你看，狗熊那个很要强，真难闻。就是他们把我灌醉。等等我，嘘嘘嘘，你这样会不会被人发现？哎哎，你快看看，哎，这是我新买的垫屁股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东西特别好用啊！而且这个还能往里塞啊？觉得好不好？特别薄，而且啊，塞进去啊，人家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哎，真的，你告诉他，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都是垫出来的，你垫你也有。你看，还有这个这个都可以画呀。你看我的，你看，又是假的。我先不跟你们聊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丽莎姐，快快快，我一会儿回来再跟你说。快快快，哎，丽莎姐，说话你说话，来不及啊。来着来着，嘘，快点快点，别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心急吗？
精英队还想玩我们？我们脱了不比他们好看啊？就至少我们都是真的，他们都是垫出来的，你说是吧？没错。哎，小凡，你看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比基尼啊。好漂亮啊！哇，你看，好看哎！颜色好看。这是哪个粉丝送我们的呀？粉丝哇！能想象我已经有粉丝了。还有牛叉队的队标啊！哇，就是我也有，我也有！哇，牛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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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水洁面乳真好用。同学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来了。没错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第三项比赛，克桑夫大比拼。女士您好，这是给您准备的水，这是您的毛巾，请慢用。女士您好，这是为您准备的枕头，我来帮您垫上。気持ちいいですか？あ？あ、先生、你还舒服吗？这个是我们为 VIP 客人特别提供的磁肌面膜，静脉效果特别的好。看这里，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满不满意嘛？再来嘿。舒服吗？撒一把。先生请喝水，烫的。抓过去。
减伤。你需要什么服务？大宝剑。大毛巾。Please, please, please, please。这不就是大宝剑吗？What happened? Oh my god! 哎，这又了不起啊！哎 ，Oh my god! Stop! Out! 淘汰！牛车队又晋级了！救了三个人，你今天就救了三个人。看看啊，刘少成，你这么会游泳，而且你今天老是在偷懒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你就救了三个人？我尽力了呀，雌激什么力啊？下次比赛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做的怎么样。每次都说尽全力，每次都不给力。哎，明明我是尽力的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哎，你们不能每次都是这样。今天你们只是负责往上捞人。哎，还有你们两个。我们不能光应付考试，你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比赛而做这个事情。这个质感，你一定要加强练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明天开始训练，知道吧？知道。明天开始训练。好，对嘛？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你这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？哎，好香哎！敷面膜敷20分钟，100，不行，99，98，97，97，手啊，手啊，我不行，180，手啊，180。我有黑头，我有黑头，有，我的牙好刺激，就是新产品，什么呀？你我回，哎呀不行，救命啊！你们能走到现在就已经是个奇迹了，但是想回到空姐班那不现实，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根本做不了空姐。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加油，走，请你们吃鸡丝面。牛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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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吃面。刘婶婶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下次你们的电影后备空少记得叫我们演哦，叫我们演哦，拜托拜托拜托。骚动的学员们，年轻的肉体们，你们期待已久的世界空姐大赛的总决赛即将开始了。参赛的两支队伍分别为战无不胜的精英队，怎么也淘汰不了的牛叉队。
决赛的项目为实战飞行演练，我们将一同冲上蓝天，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乘客参与到总决赛当中。究竟是精英队能够夺冠呢，还是牛叉队可以问鼎呢？不管是谁能笑到最后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蓝天盛宴。让我们伴随精英队的成熟妩媚，牛叉队的鲜嫩可人，共同赴宴，尽情享受吧。好，出发。您来。好，出发。您好。您好，欢迎登机。干嘛的？32排往这边走，欢迎登机。谢谢先生。你好，欢迎登机。你好，欢迎登机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欢迎登机。我欢迎登机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好，小姐你好，你的座位在这儿，考过道了。谢谢。哎，小凡，这是你的位置。你看那个广告好像你啊。阿拉苏。喂，他是认错了。请系好安全带。你好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请您系好安全带。你干嘛拉我拉链？啊，学长，不要调皮了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把箱子帮我放一下吧，谢谢。好。有点重。请稍等。你干嘛？先生您好，请系上安全带。先生您好，请系上安全带。嗨，想不到牛叉队也可以进到决赛啊！其实我很看好他们的。这不是开玩笑吧？因为我喜欢赵小凡。不信啊，我跟你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. Thank you for flying Ocean Airline OZ7587. This flight from Kota Kinabalu to Kuala Lumpur takes approximately 2 hours. We're gonna take off soon. Please be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是气象广播。我代表机组全体人员感谢您乘坐洋航 OZ7587 航班。班机从布特吉拉巴楼飞往吉隆坡，估计2个小时左右，请坐好你的位置，系好安全带，谢谢。哎，你想赌什么？巴厘岛海上海鲜套餐，你的。航班 OZ7587 即将起飞。小姐您好，这是您预定的橙汁，请慢用。你小心一点，不要把我的衣服弄脏了。哦，这可是英加尼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马上给您拿水果来好吗？您需要什么服务就叫我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好，算了算了，走吧。谢谢您的理解。你没事吧？那我先去准备了。张先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？我要跳模特。好，我在帮区内。姐姐呢？小姐，这里空气太干了，皮肤不舒服，有没有那个？您好，蒙太奇小姐，我们飞机上准备了磁吸的补水面膜，它的补水效果非常好，现在很多明星都在使用这款面膜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嗯，ありがとう。
了。餐车经过，请您小心。需要点什么？你好，请需要咖啡吗？水、需要浓缩雪碧，还有茶。这是您的同志。你好，请问需要咖啡吗？之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答应了拉特主席给你一次愉快的培训经历而已。晕机？如果你晕机，那你是怎么来这儿的？我坐船来的。让小凡，一周之后你可以跟随各国学员一道返回香港转机，不过对于你，我可以单独批准你坐船。不用，我坐飞机回去。小凡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自己休息会儿。我陪你一会儿吧。不用，你们先走吧。小凡，这个航班还要转机，你可以吗？白慧，快一点！我们在香港转机吗？是啊，很遗憾。小凡，你别坚持了，要不然这样，我陪你坐船回去吧。佳熙姐，这个奖杯真的好漂亮啊！那当然啦，可惜这只属于冠军，不合适当空姐的人。就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不自量力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怎么这样呢？空姐是最有爱心的，你们根本就不配拿这个奖杯。是，又要飞向南方了，可惜不是作为空姐。大丈夫ですね。我一定要去买很多很多的衣服，气死我了。嗯，哼，下飞机就去英加尼扫货。嗯，走。哼，嗨。帮我妹子也带两件英加尼啊，嗯，还有我能穿的 OXN 啊，知道了。嘿嘿嘿，哎呀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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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小凡，小凡，我帮你把抱枕带过来了，别难过了，谢谢。好安全带，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，请在您的手机设备是否处于关闭状态，手机物品是否妥善放在头顶上方的椅架或座椅下方。我拍个照吧。啊，我知道在巴黎除了海鲜套餐还有什么东西好吃的呢。啊，不就是个海鲜套餐吗，小事啊，是吧，哼，航班，没事吧。啊，没事，航班983即将起飞。983有位孕妇有流产迹象，情况非常严重，现在申请返航，申请返航，请指示。好，什么情况？经理，7583航线有名孕妇出现流产迹象，他们申请返回沙巴。他们升空多长时间了？30分钟。现在返航，这可是国际航班。对啊，携带着大量油料，怎么返航了？对啊，如果现在返航的话，那就直接抛油作业。那咋整啊？彭玉芳，让他们进行抛油作业。这样做损失太大了，那也得跑。通一方，好，7583，那么可以返，可以返航。现在实行返航作业。快点救救我！这怎么办呀？这些学员都快叫医生！救救我！请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现在机舱里有一名孕妇，这里有没有医护人员？有没有医护人员啊？医生啊，你去做分娩检查。有没有医生啊？怎么办呀？生殖器，我紧张着。我怎么办？我生过3个孩子，我有经验，我来帮忙吧。都让开。明明姐，你骗我！哎，别骗你怎么了？什么时候？明明，让明明姐先救人！你得给我个解释。多气，用力点。现在进行跑雨作业。
发有故障吗？别担心，我们还有油发，继续飞行。失效，两台发动机都不能使用。我，小心点儿。大家，大家谁会开飞机？谁会开飞机？机长晕倒了。机长怎么会晕倒呢？到底有没有人会开飞机啊？到底有没有？不会开，只会打行吗？我打你妹啊！回家去打。什么飞机都行吗？撒农药的能行吗？撒农药给我打飞机，我问你，我不用撒农药，开就好了。那也是飞机啊！别碰！不，我害怕。快点！老师加油！快点！去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恐慌，不要恐慌啊！待会飞机会紧急迫降。大家先跟我学一下防撞击的姿势，来，把手交叉放在头顶上方。啊，交叉！空姐又晕了，空姐又晕了啊！醒啊醒啊！不要晕了，醒了！空姐又醒了，空姐又醒了啊！请大家不要恐慌，又醒了。飞机只是暂时的颠簸，现在快坐下，这样很危险。我要老司机，系好安全带。我要老司机，安全带放好，帮他系好安全带。危险！看不好。安全带，所有学员注意了，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定要保护好身边的乘客。还好吗？大家不要慌张，帮助身边的乘客，一起做好防冲撞的姿势。快点，我不行，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都靠你了，你快坐下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会开飞机吗？会开，开我能用飞机。那你还敢来？你等行，放心吧，赶快握手把啊！只要我们坚持飞行，一定能冲过雷区。
尺，200，100。你要用手按住就是了，这边走，我一定在你身边，不要紧张，走走走，来扶着我，放轻点，先看着衣服，拉着我，慢点，快走快走，赶紧的，放心，我们很安全，小心点，来，都来这边，学长，脱掉高跟鞋，学长，收行李，准备跳。我不会，先生，来，捏住鼻子，捏住鼻子，跳，快，捏住鼻子，跳，跳。脱掉高跟鞋，慢点慢点，请这边有请撤离，大家不要小心，不要着急，都是救援犬，我们都在你身边，3、2、1跳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慢点，好的，这边，你不是在驾驶飞机吗？飞机已经停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特殊的日子，我们将进行一个特殊的表彰大会，在这里我们将要表彰一些人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空乘应该具备的素质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群人对梦想的追求，他们创造无数个奇迹，是我们心中最优秀的空姐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今天我们还要特别表彰一个人，他的自信、美丽、坚强、勇敢，体现了人性中优秀的一面，也体现了空乘应该具备的精神。他就是赵小凡。
老师好，院长好，加油加油。下面有请林院长为学员们颁奖。赵小凡，其实你一点也不平凡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谢谢院长，祝贺你。谢谢。恭喜各位优秀的学员，下面有请林院长为大家发表演讲。作为一名公证人员，他不是仅仅有一个漂亮的脸蛋，一个甜美的笑容就可以了。作为一名公证人员，他真正的职责是在危难时刻要先放下自我，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住乘客的生命安全。很多人只是被我们空姐头上所谓的光环带来的荣耀所迷惑，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解读到我们空姐身上所承担的那份使命。经历这次事故，我相信在场的所有学员都对空姐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。当然你们的表现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只能说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我说了吧，只要努力，梦想就一定会实现的。走，耶！
手的落日和你登上那最高的一座山，两座城市的距离隔不断我们的心。那年夏天我们多疯多甜蜜，只有你能抱紧我脆弱的心，你的呼吸你的语气，那感觉从未远离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最纯白的年纪，谢谢你一直包容我对你的吵闹任性，谢谢你给我每次感动都刻骨铭心，我生命中的男孩，让我深爱。谢谢你惩罚我的爱情，爱吧。